业当中最艰难的第一场。比我想象的难。我开了15天，15天完全全都是下雨。坐车是在3度的气温下，真的是非常辛苦。演员也是，顶着我们人工下雨的特别大的雨，一直在水里边泡12个小时。在低一点的时候是一种，然后我们工作人员泡了15个小时。那个时候我的脚还没湿，没办法，一定要把这个世界的大型开到最高处，就忍下来。努力的画面，努力的设计，两个男人全都到了那种感觉。明确三把刀，我们在这个上面花费了很多的精力去设计，他设计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动作体系，让观众看到啊，这是有没有良心去看了你的。Oh!
危险！危险！为什么不？完了，抓住了他！不！危险！危险！不！为什么？Hey!
Are you